呀，它的尾巴是变大了，是不是我的错觉？它的尾巴好像变大了耶。等等，我去拿个水。好大的尾巴哦。长途旅程啊，辛苦你了啊，请注意脚下吧。好像真的变大了耶，不知道欧巴有没有变大。ここがステラードか。这就是ステラート呀。嗯，ゴルセートとは違う香りがする。跟格鲁塞特那边有不一样的味道呢，啊，就是不一样的香味。对啊，这比较像雪貂、松鼠的。带的东西有什么呢？嬢様、できましたぞ。大小姐，坐好喽。天王子、どうしたの？爷爷，什么啊？ようやく船の修理。总算呐、啊，船的修理差不多了呢。真的吗？那不过啊，还有些不够的材料呢。也就是除了装起来之外的东西吗？組合には最低限のものだけを頼みました。就是虽然拜托了最底线，就是最基础的东西，但是还不能放心呢。是吗？你还要多少跟我说吧，我会全部收集给你的。とんでもない。ゴルテスにでも行かせればいいでしょう。啊，没那么严重了啊，只要能去哥鲁蒂斯都有的。嗯。不行啊，我要再加点油才能让大家认可我呢。不这样子就救不了村子啦。大小姐，我知道了，那么就拜托你了、啊、但是千万不要乱来哦。收集到的东西给迪欧爷爷就好了吧。拜托你哦。顺话一提，那、啊、爷爷还缺一台死神钢弹呢，也麻烦你帮我收一收了。爷爷，你要什么东西吃吧？爷爷，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好，去一趟组合本部。你好，索尔。啊，夏利呀、啊，正好来的刚好。啊，有一个就是被派到这边啊，出差的炼金术士来了，马上介绍给你吧。哦，还穿露那个露趾鞋，萌萌。哇，这欧拜不简单，还好啦，好像没有变很大啦，而且好像没有年纪变很大的样子啊，反正没有差很多哦，艾斯卡。艾斯卡玛美丽，从格鲁瑟特派来的。你好，我是鲁基欧村来的夏利提斯阿鲁哥。不过跟女主角站在一起比，真的好大。作为炼金术士还很不成熟呢，啊，拜托，请您告诉我各种事情吧。啊，对哈、哦，帽子原本是两颗饭团哈、哦，我记得帽子上面原本是两颗饭团，一颗饭团，那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条鲑鱼吗？嗯，我刚开始也什么都不懂呢，一起加油吧。然后他的那个左大腿还有绑了一根什么鬼东西啊？哦，一个装饰品。艾斯卡的装饰品好华丽哦，你这是炼金术士吗？那看起来根本就像是贵妇啊。艾斯卡啊，这很努力的哦，那、啊、这是他的唯一的优点呢。嘿嘿嘿，是吗？干不对啊！我觉得艾斯卡的优点应该是四天极之书吧。只要手上有四天极之书，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哎呀，索鲁跟艾斯卡以前认识吗？
索尔啊，是我在刚成为那个公务人员时候的学长呢。一开始好严厉哦。それはエスカさんだ。那是因为艾斯卡你啊。索尔，いいやつ。極上のキラキラくれるぞ。索尔，那个亮亮的。極上のキラキラ？嗯，高级的亮亮的。啊，ホムラちゃんも来てたんだ。哎呀，小ホムちゃん也来了。哎，你认识他？嗯，那个艾斯卡啊，了不起的宝物猎人啊，不要做了。还是哎、啊，还是要做，还是要成为了不起的宝物猎人，应该叫成为了不起的宝物猎人，一点都没变呢。霍姆拉江，霍姆拉さんともお知り合いなんですね。霍姆拉，你也认识霍姆拉呢？在索尔还在那个格鲁塞特的时候遇到很多次嘛。そういえば、コルセイトはいかがですか？佩洛佩洛，你要佩洛佩洛什么？你要佩洛佩洛霍姆拉，还是佩洛佩洛索尔，还是佩洛佩洛艾斯卡？可以挑一个吗？话说回来，勾鲁塞特怎么样了呢？大家都很有精神哦。啊，今年有好多的苹果呢，大家都好开心。看你们镇上的人真容易满足，只要有苹果就开心了，好吧？我不是问苹果啊，我是问黄昏的事情啊。啊，抱歉抱歉抱歉。就是要就是认为有必要调查斯特莱特的人啊增加了呢。要听说这边的水源啊有意外，嗯、啊，就是有点异常，然后大家也都感到很不放心。虽然格鲁塞特还没有发生干枯的事情，是吗？艾斯卡、啊、这里的夏莉小姐是因为黄昏危机啊遭遇到黄昏危机的村子而来的。ステラード周辺を調査するときには力にな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我这 iPhone 为什么啦？史特莱特啊，就是说他会尽力在调查这附近的周边。哎 ，Furry 三，啊，拜托你了。嗯，よろしくね。拜托你喽。你好。黄昏的危机。そうそう、シャリーさん。あなたの依頼を引き受けてくれた方がいました。啊，对了啊，夏莉，你们的委托已经接受喽。嗯，是指修理船的材料吗？ただまだ納品されていません。嗯，只是东西还没到，请再等等吧。不不不，你们愿意接受我就很高兴了，拜托你们喽。哎，艾斯卡呢？艾斯卡呢？不见了。艾斯卡不见了。哦，你来卖东西啊！夏莉家，哎呀，夏莉家，看你们两个不是五分钟前才见面吗？为什么叫得很熟的一样？这都是我刚刚说，哎，你以为我跟你很熟是吧？你们叫的好像已经相处了一两个月一样，明明才刚见面而已，卖什么萌？可恶！ Esco さん、哎呀，艾斯卡小姐，你好。麦を貰って、古くから錬金術を伝えてきた村だって。杜基欧村不是有从古留下来的炼金术吗？啊，索尔跟我说的呢。啊，はい。オサの家系の中から錬金術の素質がある子供が次のオサを務めるんです。嗯，会从那个就是村长的家系中跳出有炼金术质的小孩啊，成为下一个村长。じゃあ、シャリちゃん、次のオサなの？那么夏莉你就会越来越长喽？哦，不是啦。那么夏莉啊，你就是下一任的村长喽。嗯，现在还没呢。现在。因为啊，我的炼金术还不够熟练啊。如果、啊、还有更有资质的小素质的小孩生下来，也许就不是我了呢。啊，说现在还是，那还不简单？如果找到有炼金生下来比较炼金术比较好的，你就去把他掐死就好了。啊，夏莉表示，呵呵。这个孩子的资质好像比我好呢！啊，不知啊。我从索尔那边听说了，艾斯卡是个很厉害的炼金术士呢，而且那么年轻啊，好尊敬你呢。其实你想表示是，其实欧拜还那么大。
索尔，哎呀，他真是的，太夸张了啦！どうしたら錬金術がうまくなりますか？やっぱり素質の問題なんでしょうか？要怎么样炼金术才做得好呢？果然是素质的问题吗？そんなことないよ。没那种事啦。私はただ錬金術を使ってお仕事するの。只是把炼金术当成工作，很开心而已。最初からそんなにうまくできたわけじゃないし、今もまだまだ頑張らなくちゃって思って。一开始啊，也没做那么好呢，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哦。役人になったばかりの頃は同僚ロジーさん。然后啊，作为公务人员的时候，我的同伴罗杰啊，他这么说的，然后他还常常鼓励我呢。那炼金术当工作？各种黑夫是怎样懒吃墨鱼吗？夏丽酱啊，你也喜欢？你不喜欢炼金术吗？我没这么说啊，我非做不可。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啦，迟早会习惯的。他算是来这边也是来调查这边水源的事情，对。对，艾斯卡，你在勾鲁塞特是怎么样的呢？那比如说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可以的话就跟我说吧。当然了，哇，他的尾巴竖起来了，他的尾巴竖起来了，有没有看到？他尾巴竖起来了，看我那边也竖起来了。我是说头发啊，格鲁塞特啊，最有名的是苹果哦啊，有很多的苹果园啊，我家也是苹果园的。看你是想多想卖苹果啊？你拿两箱来好吗？先让我试吃两口。你说那么多还不是没有苹果，没诚意。走路工，这是外派人员就对了啦。啊，话说回来，你到底可以干什么？卖东西吗？炼金术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前就会竖啦，以前呢艾斯卡尾巴就会立起来啦，只是以前比较小根，所以立起来感觉还好，这么大根立起来就觉得比较厉害。怎么说呢？你为了什么而使用炼金术士？这是最重要的啊。也许呢是个很简单的理由，这样子而已。但是啊，炼金术的力量非常强大，绝对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欲而使用它哦。等等，艾斯卡，我问你一下，当你用的四千级之书，在你的勾鲁塞特周边扫荡各种的怪物，扫荡各只魔王的时候，你那个并不叫做一己的利欲吗？你不就是打了那么多怪物，为了收集素材跟钱吗？这个不叫一己私欲吗？好吧，如果你说不是，我也就认了。錬金術は大事な人や場所、そういった自分じゃない何かを守るための力なんじゃない？炼金术啊，是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还有重要的地方，还有顺便把那些该死的人全部炸的他娘都不认得他的方式。那对，反正就是我自己这么想啦，就是了。不会，很值得参考呢。迟早我有一天也会像艾斯卡所告诉我的，获得守护什么的力量吧。我觉得你是学会了四天级之书改。Pet 7512，他虽然没有任体任成，但是他把人体都炸成碎片了。为了那个，我现在要更加琢炼自己的技术呢。在跟小低智能生物讲话，走吧走吧。啊，夏利，啊，那结果艾斯卡到底来这里干嘛？等等，你是来卖苹果的吗？他就站在这边也不卖东西，然后前面摆了两箱，你是来卖苹果的吧？他尾巴我们在动。这个姐姐真的好棒哦！然后可以去接，你采个水好了。好像没有水，刚采过了。
去一下啊，去一下贝里安商会，看有什么新东西可以买。哦、还在准备中哦。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可能有四级就一切都可以打跟垃圾一样了吧。哦，都还没更新。哦，小魔女萌萌哎 ，vidu vidu， 还有那个大，还有那个垃圾妹，对对，就是那个草就好了。师父啊，这跟刚刚的草有什么不同呢？啊，你居然还当他师父？你这个垃圾妹居然成了小魔女的弟子啊！这是气势。诶？哎呀，你是？啊？哎，你确实叫做夏利对吧？啊，对。我叫夏利斯黛拉。是吗？我叫夏露罗特。夏露罗特的夏利小姐，这样啊？嗯，そうだよ。夏利ステラのシャリーちゃん。嗯，夏利ステラ的夏利ちゃん。何を？那你们很熟吗？你们明明就第一次见面，为什么好像很熟一样啊？看，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哦，算了，没事啊，没办法，游戏没多时间给你铺陈。哎呀，你们两个名字一样啊？嘛，算了，随便。也好，绿毛欧拜根本超大，大到不行。话说回来，怎么了吗？炼金术的练习呀。哎，你还有大腿，你看，佩喽佩喽。炼金术你呀、啊，是个捡垃圾的吗？米露贝露摩露厄斯德，哇，还有翅膀哎、欸，哇，小魔女越来越猛了，她是不是飞起来了？私はビルベル、この子の師匠みたいなものなの。对啊，师傅的欧拜根本不行，徒弟的欧拜可以垫师傅十台马车呢，十个马身。啊，我叫ビルベル，是这孩子的老师哦。啊，哇，小魔女超猛的。哎，她头上那两个是不是就是风之王跟炎之王的那个手环还是什么项圈之类的？ビルベル師匠はすご腕の錬金術師なんだ。比鲁比鲁老师啊，是很厉害的炼金术士哦，只是胸部很小。哎，是这样啊。哎，话说回来，比鲁比鲁也会炼金术啊，啊是会的、啊，他算也会了，可是他会用吗？哎，算是吧。可是看起来怎么看都像魔法师吧？哎，还是说，大城市的炼金术士都是长这样的呢？啊，抱歉啊，打妨碍你们练习了。对啊，绿毛走开，我要绿毛妈妈。那小温，你很适合比鲁贝鲁或是那个夏利罗斯艾斯提，选一个吧。啊，いいわよ別に。嗯，没关系啦，我们正好在休息呢。太好了，那来我家吧，很近哦。可以吗？当然啦。夏利要不要来呢？我也吗？可是。好啦。其实他抓火之王就是 DLC 啦。哎、欸，是吗？好像不是哈，我有点忘了。夏利酱老师，这是我家啊，兼啊那个炼金术工坊都拿走，好贪心啊你！啊，哎，很不错嘛的工坊。打扰了。啊，好可爱的炼金工坊呢！为什么画面后面两个画下面还挂了两条那个胖子，还是那个粉红跟红色相间的胖子？没有啦，还没有认真啦。没这种事，总觉得有一股就是很居家的感觉呢。没错，要说的话呢，啊，炼金工坊啊会跟它的主人有关哦。那我的炼金工坊一定很正直了。哎呀，好害羞哦。
下次来我的工坊玩吧。哎，夏丽酱也是炼金术士吗？哎呀，妈妈赞！妈妈你好。哎呀，夏丽酱，那地，可恶，妈妈，我要拿走妈妈。可恶，绿毛妈妈好棒。嗨。嗨。妈妈，这个孩子也，这个他也叫夏丽呢。夏丽斯黛拉就好了。你好。妈，夏丽ちゃんが二人。なんだか娘が増えたみたいで嬉しい。哎呀，夏丽酱变两个人了呢，好像女儿也增加了呢，的感觉好开心哦。妈妈，我也叫夏丽呀，我可以改名叫夏丽呀，我可以叫 D A 夏丽呀。快，你又多了一个小孩了，你多一个儿子了，有没有更开心啊？那么这边这个小姐呢？我是老师米露贝露，这是我的老师米露贝露。啊，你好，打扰喽。夏丽ちゃんとウィルベルさんね。二人ともとってもしっかりしていそう。啊，夏丽跟夏丽讲跟米露贝露对吧？两个人都很棒呢。哎呀，没有啦。うちの子はこんな風にお気楽な子ですが。啊，我们家孩子啊，就是一天到晚这样子开开心心的，啊，就是这样很天，就是很活泼啊，就很天真，啊，就请你好好跟他相处吧，啊，请你们好好跟他相处吧。你怎么不说人家女儿专门捡垃圾的？嗯，你才是呢。哈哈哈。对了，我家的小孩呀，小时候他说我会做什么？对对对。好了，妈妈，快点，走开，走开了。哎呀，好了，那打扰了。他不要磨刀了，算了。抱歉啊，我家的妈妈她，嗯，很棒的妈妈呢。嗯，この子がどこかまともなのかわかる気がしたわ。看看他就知道了嘛。看看那个什么嘛，师傅，什么叫看看我就知道了？什么？我在夸奖你耶。好，结束了。哎，去夏丽家玩。偷用你家炼金术士？哎呀，干不行，不能偷用他家的。妈妈你好。啊，你好啊，一定要跟我家的夏丽做好朋友哦，太太，啊太太，啊太太，太太太太，哦太太，不过太太的欧巴好像没那么大，有点可惜。看一下，太太的欧巴没有那么大，还是衣服太紧了，太太应该是穿上衣服显瘦的。船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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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新地点，然后也没有新事件，你们现在是要我干嘛？阿雷雷，还要出去进来？传世，日币儿哭哭哦，没人跟你讲话，我陪你讲话好了，看你可怜。你也在这里也开店啊？那我还每次跑那么远干嘛？话说你到底在哪边开店啊？你可不可以挑一边啊，小姐？
看一下要干嘛。哦，要这个阿鲁给给给翁麦因合板。哦，要找这些东西。OK OK。然后合板的话，可能那个小奸商那里有卖。我错了，小奸商是在哪里？那是哪一个？不是 Hunter Tamari 吧？是这个吧？这条吧。对对对，小奸商，小奸商，小奸商腿好长哦。哦，这个阿鲁提玛合板有了。然后贝里安商会看有没有新东西可以买。然后再去一下米露卡，有没有武器可以做？我看看哦。いらっしゃ。どう？どう？哦，有了有了，新武器。小奸商长腿啊。材料はどれにする？研磨器不够哇，磨矿石的太刀好像很帅。材料はどれにする？做一些新武器吧。これでいい。それなら始めるわ。ここはこれね。重要な場面。你马上到第二格吗？嗯，等一下好了。先不做了，先回去先看那本书要做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我发现这部的，我发现这部的角色基本上就是你是平的，永远都是平的；你一开始聚就永远都是聚的，好像没有平的长成聚的齁。对啊，高雄大爆炸、啊。哎，治愈的香，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做一下。有没有有水又有木？
那。